北京好冷啊！丹丹，你在哪里呢？爷爷来看你来了。哟，爸爸！哎呀，爸爸，你怎么赶来了？丹丹病了，我怎么好不来呢？他什么病啊？医生说呀，他身体素质比较弱，问题不大。哎，爸爸，爸爸您别紧张。我早就讲嘛，他体质不好，要多活动嘛。你看，我给他安排了一张活动的时刻表。每天5点起床，5:10刷牙洗脸，5:30到公园打太极拳，6:00到老年人俱乐部，7点这是我的那一张。是我的。爸，您别找了，您看您寄了这份，我这装着呢。装着管什么用嘛？关键是落实呀！你看看。我给他买来了系列的儿童营养品啦、啊！哎呀，爸爸，你瞧你，这个是宝宝健，哎，这个是宝宝乐，哎，这个是娃娃康，哎呦，这个是康娃娃，康娃娃，高档的进口啦、啊，人民币不卖，我用外汇买的啦、啊。哎呦，是吗？你瞧你，哎切，哟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看，这个是他的衣服啊，帽子啊，哎呦，还挺漂亮的，哎切。爸啊，您穿的也太少了。看我们那个地方26度啊，谁知道北京这么冷呢？爸，您把这件穿上。我穿这个像什么样子吗？不然您要感冒了。我这个人身体好，从来不感冒的。爸，我还是回家给您拿一件去吧。回来，回来。那您看您这个，我穿。哎呀，你要知道啊。丹丹生病，我们不好离开他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你戴帽子、不行的啦、我还买来了，你看看，我还买了大量的开花剂类的好东西了。你看看，你老这么费心，你开花剂类好啊，这个好啊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、这是电子遥控，你不好用手动的。哎，赢了。哎，干啥呢？这是。有病，这还有心思玩呢？妈，您看谁来了？谁呀、您看看，你看这里还有这个嘞。哎、是老亲家呀、亲家母啊。哎呀，好啊，那咋这身打扮啊？啊，这哎，别脱，别脱，要感冒了。别脱，别脱，别脱，回头冻着，冻着。哎，这您是圈圈了。我不笑话您呐，现在这人呐，穿啥的都有，好好的衣裳，愣把它琢磨旧喽。这浑身呢都打上补丁，还愣管那叫新潮。你呢恕我眼拙呀，我没看出来，我这还寻思这是马戏团的小，小虎伙子呢。老头子嘞，你呢又是飞着来的？回来的啦。妈，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，人家老师都批评你。批评他的，那咋着？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，你都不怕他冻着，把他累着？哎呀，亲家母啊，这个你就不懂啦、我们做老人的啊，对小孩子万万不可以教养啊！哎，就是，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、啊。学校里做做记忆对丹丹身体有好处吗？您听听，爷爷，学校里怎么规定，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？对，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，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，我给丹丹做了一把，问题就解决了吗？赶快说吧，这个好啊。要说呀，还是他爷爷有学问的，这对丹丹没好处。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，这不是？这哪是笤帚啊，这刷子。这还批评我呢，这还没批评你呢。怎么了？怎么着，蛋蛋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？作业得自个儿做，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？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，你总这样，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？你懂得啥？那小孩的脑浆子是有数的，用一点他就少一点。对，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，那脑子就用没了。那你这不是抬杠吗？讲不讲了，跟他讲不通了。他爷爷，我跟您说呀，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校生们留的那作业，那叫难。是吗？难着呢。
是吗？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，还得减去个五。这不是长虫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。金江武啊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，是越用越灵的啦。哎，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。对，关键是方法问题。妈，你好好听着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这样嘛，每天早餐呢、啊，你给他三个鸡蛋。仨鸡蛋。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。那这是九个。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。还剩四个。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？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？你让他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坚持下去，他一定会记得住的。哦，那要是算个千百百的，还不把孩子撑死？那就吃成蛋糕了。你讲不好呢嘛！到急诊室来，叫他，叫蛋蛋交上。到急诊室来，不让都进去，不让都进去。别了，别了。哎，你把这烤鸭、软大葱趁热让都让他吃了。医生不让现在吃东西。医生就花了。那你带这个啊？哎呀，我不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挑出格的。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？蛋蛋要是不咬着它呀，就睡不着。啊，可以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啦。哎呀，我看这神经都出毛病了。太好吃了。亲家母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想啊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不容易呀、啊，他要那么一叫我呀，姥姥姥姥，就这么一横唧，我就比听那新风下的花为媒还过瘾呢。是呀是呀，是呀是呀是呀，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啦，我扛起那个蛋蛋。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，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。这一期啊，丹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咋了？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着？丹丹得的是啥病？哎哎呀，他啥都没跟我说呀。那丹丹得的是啥病？哎，你俩倒快说话呀。我估计呀、啊啊、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。让我猜着了不是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我咋没看出来呢？就这些日子我看着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，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，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。我早就跟你们讲嘛，应当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，你们就是不听嘛。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，就您那南边啊说忒热呀，到了夏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，那孙猴都待不了，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？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，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。妈妈，他怎么了？我没招他呀。我这不痛吗？爸，检查完了，孩子呢？马上就出来呀、啊！你咋叫他一个人出来，还不缠着呢？你说这孩子不要你们了，我去背他。爷爷，等等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爸爸，你这没礼貌，等等。哎，爸爸，快起来！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，等等。您看这诊断书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啊，营养过剩，肥胖综合症。治疗办法呢？一天两个窝头。两个窝头？中午一个，晚上一个。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？这窝头就是饭。窝头就是还吃啊吃啊吃啊。你看看这都瘦成啥样了，让人大家伙儿老了。快说老过上，老过上，老过上，要有礼貌。你轻点，不要吓坏了孩子。这家伙，你要唱吧，唱吧，快唱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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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吧，这是唱吧，唱吧，唱吧，奏唱。只要我孙子高兴，是指哪儿我就打哪儿，今儿反正我也豁出去了。我一见
你就像那片片风采太美妙，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。站上啊，站上那地儿啊，哎，我这都来啊，我拿点钱啊。哎，你来找谁呀？你姓赵，赵大娘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来就来吧，还给我买东西。哎，我这姑娘的这个。您俩是哪儿的呀？我是电视台的。啊，贵姓啊？姓侯。攒成了吗？导演。导演。哎哎哎，也是导演、哎、导演。不，不是导演，是导演。那都导啥呀？啊，导豆腐吧。豆腐啊？不导豆腐。导什么电视片啊、新闻片啊、纪录片什么的。那个呀，哎，你坐着吧，哎，我去买豆腐去，一会儿再说话。哎，不，大娘，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。给我拍片？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，给人民立了大功了。上厂子找他去吧，在那儿呢。不是，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，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，非拍您不可。傻呀，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，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。您客气，您坐下，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。构思？啊，不是豆腐丝，是构思。构思。哎哎，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。啊，不中不中。一天？一天可不中啊，没那功夫啊。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。不是说排您的一天，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。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。您听着啊，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，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，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，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。我说导演，啊，是这么着。我不是导演。导演、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，你还得快点说。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您都理解没有？理解。理解了。理解。那就行。你说啥来着？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，您那就甭管了，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，咱们现在开始工作。啥位置？站在您的位置上。哪是我的位置？您站好别动就对了。不是这位置。就站这儿，下边我来提问，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。大娘，哎，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？早晨起来活忙着呢。嗯，就早晨起来多，你说干完了这样。不是第一件。第一件啥都能说呀？有啥说啥。第一件就是上厕所。上厕所不能说。你说我说着吧，我问你这，我说啥都能说吧，你说啥都能说，我说也不好。不是，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？您来说的是锻炼吧？锻炼。哎，来，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，不行，那边摔手疗法不行，治病没，治血压高，治心脏没有科学根据。你小不小吧？摔手疗法，我教你，可着你了。不是大家，不是您等，您还会点别的不会？别的太极拳。哎，太极拳行，还没学拳呢。您说这都过时了。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？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。哎，对，来，我这个。看呢，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。好，现在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？走，嚓！哎，嚓！哎，不对，停！
啥？您嚷啥呀？我这有心脏病，你说您听了就堵车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我跟您说说啊。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，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？我就想躺那儿睡着。睡着，睡着不行。您看电视吗？看电视。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，就爱听唱歌啊。会唱吗？年轻的时候吧，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，都这老了差劲了。没关系，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，咱们就排唱歌。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？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《昨夜星辰》。昨夜星辰，好，好，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！昨夜星辰，站好，我说预备的开始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昨夜里。昨夜里星辰坠落，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。青苔头上顶着河，他咋变了？行了。您唱错了，我说唱评戏这儿去了啊，唱评戏了都，不唱了，别唱了，再唱了，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。算了算了，大娘，咱们这组啊，咱们下一回再拍。哎，咱们这回呢，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哎，我先把豆腐带回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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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娘，别走别走，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，您要买的，您把这先放下。拿着这个，这个，还挺清盛的。您别看它清盛啊，这里什么都有啊，想啥有啥。哎，想啥有啥。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？上，那就在家想呗。不是，他这是道具呀、啊。他这比如说吧，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，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，反正什么都有了。您把它买回来，脸上高着兴，您心里头想的是我下半月咋过？咋过？您不能想这个，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，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，我明天还买。那都得借钱。借钱？您怎么老想钱呢？那你多少钱呢？我儿子挣多少啊？不是，这不是拍电视吗？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，是拍我的一天呢？拍您的一天。拍我一天，我没这样过过，不是？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？啥？虚构。明白了。哎。就是蒙人的。对了，怎么了？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您算了算了，您就从外边走进来，咱们开始排吧。哎，好，我说，预备，走。我说，往进走。导演，走进来，进走啊！管了，走啊！你回头费电，你管了他。我说话，什么事？我都问你呀、啊，我这一进门，哎，我先迈哪条腿？您习惯迈哪条腿啊？男左女右，那我就迈右腿吧。右腿，迈右腿中包，就是右腿，好不好？就迈右腿，就是右腿。哪边是右来着？外边那条是右腿、啊，就这条啊，就这条，就是右腿。那我就迈这条腿、啊，您就迈右腿就行。中，哎，就迈右腿啊，就迈它了，哎，就迈它啊。预备，开始，走。哎哎哎，不是大娘，不是，停。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？我说这、就是。你说我平常吧，走的他也啥好的，他我看见这个，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？你把他撂下。哎，这样你拍吧。我使什么拍我呢？算了算了，大娘，咱不拍这组了，咱们拍下一个单元。那好，下一个单元呢，姓张，我去给你叫他去。不是楼下那单元。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？就是下一组镜头。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，您先歇会儿啊，我想想啊。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，这说明呢，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儿子是我养活的，不是？哎，对对对。您还有第三代吗？有小孙子，好着呢。平常您教育不教育？我咋不教育他呀？教育，
爹妈都疼着呢。对，不都上一个啊？都是一个。那个不听话，我也乖乖的。该管就得管。嗯、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，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。只要是一闹，哎，都记了。您说，我这干啥？干啥？你还闹？闹！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，小鬼儿拿着。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。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。哎，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。哎，古代故事，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、啊哎，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，啊、小鬼扛着招魂幡。不行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，封建迷信不行。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。啥有意义？这个有意义的，像这个司马光砸缸。那不知道，我教给您呢。好教啊，一学就会啊啊！您这么给他讲，孩子听话，奶奶呀给你讲故事。孩子听话、啊，奶奶给你讲故事。哎，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。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司马缸砸缸。司马光，你嚷啥呀？他不就是司马光？哎，对，我下，这砸光。司马光砸缸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砸缸，司马缸砸缸，司马缸。错了，你错了。司马光，司马光，哎，对，往下说，光当，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？您就是，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喽？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。算了，咱不拍这个，拍下一个镜头。哎呀，我可犯了病了。哎呦，怎么了您？可不中了。不是您慢点，我得上医院去。怎么了您？不行，上医院去。不是您，我犯病了。不是您，等一会儿，您多停会儿，我给您叫出租车去。您稍微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买豆腐还用叫车？往前走，王俊和走过了。哎呦，赵老师，我正找您呢。张大爷，哎，有事儿啊？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哎呦，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，哎、我怕。说吧，不是您不跟我说，我心里头他没底。你得就这么说吧，不是这个事儿，我说吧，不是您这是干嘛呀？不要过分亲密，亲密。那现在呀，就有这么一种人啊，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，他也不管你老少，哎，他就说你搞对象呢。哎哎，还真是。其实啊，就是琢磨人的人，揍他想的厉害。哎，那不。就在这儿说吧。哦，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。说呀。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。没那么八宗事儿。没有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我说的呢，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，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，您要把我给甩了。那哪能呢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别的事儿没有了。没有，那都回家吧。哎，回去吧。哎，您别把我甩了啊。不会呀。哎，他张大爷。哎呀，今天我妈回来了。8点老地方不见不散啊。哎，我全听您的。哎呀，我妈成老头了哈、啊、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？太好了，我得问问她。妈，我的妈呀，你可吓死我了。哎呀，干啥呀？这是快坐。你咋回来了啊？我来了好一会儿了，给您送点东西啊。妈，哎，最近身体挺好的。啥好的啊？我哎，妈，哎，你打球去了？打球去了啊？那是女子单打呀，还是男女混合？啊，男女混合啊，感觉不错呗。哎呀，忒带劲儿了。那是啊，我们工作也是一样，这个男女搭配呀、啊，他干活不累？不累，就是不累。哎，要说爱情的力量，那就是伟大。耐情啊，谁跟谁耐情了？妈，那您说呢？啊，您琢磨着我去耐情去了。妈，你就别瞒着我了，我呀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。
你看我从小没了爸，您一手把我拉扯大，我看您老怪孤单的，就想让你找个爸。这还行，不，我找爸，给我找个爸呀！胡说八道！妈，你还有啥抹不开的？看看您老最近这变化，我都有了证据了。这是啥？珍珠霜，还少俩字呢，少女珍珠霜。我恨那俩字儿，咋的？啥都是少女，少女这个少，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？妈，您媳妇我不反对呀、啊，您打扮的越漂亮，我越高兴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。你说这孩子，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？妈，我都听见了。听啥？和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。妈，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？我们活动去了。妈，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？那活动累了那都不许坐会儿。那为啥要拿俩呀？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，他俩就软乎。对呀，我张大爷是老寒腿，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。不是你张大爷坐的，我李大爷坐的。也不是李大爷，那是哪个大爷？就那个大爷吧。那个大爷咋的？他叫梅大爷，姓梅的大爷。我多一阵你坐。妈妈，你这是干啥？妈，一点都不疼。不疼，可能有内伤。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，闭口找对象，也别说我没找，我就是找，那么你也好好看看，就有合适的吗？妈，别跟我扇脸。妈，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？这又来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妈外边没有老头，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。谁？张老头。你说这寸呢？妈，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晚上让你看。啊，还要亲自接见啊？这还没到八点呢，咋就来了？是啊，我就这说吧。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。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？我家有点事儿，你先去吧啊啊，先回去吧啊。哎妈，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？让他干啥？哎呀，那您要是抹不开，我躲出去，你们俩好好谈谈呗。我说你这孩子。你这是咋着了？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。也别说我没找，我就是找，我就找这么一个。你咋气我了？妈，气不好，最好反过来气我干啥？我跟您说呀，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。不能，张大爷，我妈说了不甩，您放心。哦，那太好了。不能。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哦、我跟。您这是干嘛呀？这个吧，啊，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。啊，对，我就跟这儿这么运动。我们这是干啥？就你这玩意儿，没有人，我这弄弄一个，你可真。哎，别回去，张大爷，咱研究，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。办，你别走了，咱们说情况。办什么呀？我叫你问。你问，你别生气呀。不是，你问，是什么事儿啊？那我都问了啊。问吧。张大爷，哎，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？没错啊。哎，那出去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每天晚上八点，我们跟你爸，咱不告诉他。嗨，您别不告诉他，您有啥你就说啥。晚上八点钟，干啥去？我们老地方见呢。妈，你看老地方见，那你问啥？老地方见面干啥？对，见了面干啥？一块练呢。哎呀妈，还都一块练呢、啊、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。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？不是，那一块练啥？练啥？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去。啊，去，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。都这样了。不，刚开始时候没这样。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。哎，后来时间一长吧，我们就这样。哎，坏了，把我也裹进去了。我说你这孩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有啥不好的？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！生活啊，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，这咋着了？生活像一团麻。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，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。你生什么气呀？
生这么大气吗？我咋不生气呀、啊？那你说清楚了吗？我怎么没说清楚啊？我们不就是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？哎呦，闹了半天是练跳舞。说句心里话，张大爷，我愿意让我妈练。哎呦，爷们儿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有啥不好的、啊？哎呦，你妈呀，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，是不是？赵老师，坐坐坐。快瞧这劲头，哎，哎，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、嗯。妈，那你实在不愿意，那就算了呗。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，谁呀？我才有想，就是你。你放屁瞅别人，其实就是你放的。对对，没错。上来呀！你看这么好的红姐，你搁这儿坐着啊？对对对啊！刚才说我呢，哎，你为啥擦少女？我不擦少女，我擦啥？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？没多少。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？没多少。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呢？没多少。啥啥？啊不，有不少。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，起来。没说你，你坐。好、哦，张大爷，你坐吧。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？哎呦妈，我咋不关心您了？我又给您弄吃的，又给您弄穿的，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。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，穿点好的，再找个老伴儿，这就幸福了啊？不对，不对。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，哎，追求！哎呀，这老太太、老头还追求啥呢？追求啥？我就追求这，追求，看看。你看我妈咋还穿大红衣裳啊？这叫精神焕发啊！老树生新芽，对，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。妈，你可慢着点，别沉着。别动，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，这都照顾电视。哎呀，这也不美呀，这该啥你跟这搅和啥呀？我不是跟您学吗？人家说你不美，你看看。妈，我说您呢不美，你美，你美，整天就跳舞跳溜的，你学啥了？你也玩点那神神的，玩神？哎，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，会跳堂歌吗？会吗？堂歌、啊，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。你跳一个，不都是晃脑袋吗？堂歌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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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。老师，他这是堂歌，这叫鬼子进村儿。鬼子进村儿。爸妈，那你别说我，你老人家会啊？我会。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。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，啥叫新生活，我教他你也看着，哎，看着呢。什么叫堂客？哎，记住了，堂客就是趟着走，他趟着走，挺胸收腹，把腿存起来，啪啪，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，三步一窜，那么两啊两回头，五步一下摇，那么六步一招手，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，这叫堂歌。哎，这叫堂歌。哎，没辙，老太太，好了，太棒了。嗯，不行不行啊，今天发挥的不好，没有舞伴呀、啊。对，我跟您跳啊。得了啊，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。哎呀，张大爷，来，妈妈，那你教我啊。哎，我伴奏。哎，当当啷啷滴当，预备起，当当啷啷滴当。啊，当当啷滴当，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啷啷当当，当当啷当当，啊当当啷当当，当当滴带你来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。饺子给我包了吗？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，真是纯肉馅的太腻。你这把你煮的，
过去那年头啊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。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，你瞧你那吃肉，把那骨头渣都焦了，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了。你提那干啥？我就跟你说呀，我没说。我去煮饺子去。啊，煮去吧。爷爷，奶奶，上哪儿去了？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。哎，快洗洗手，好吃饭。哎，奶奶，咱们今天又吃饺子。你说啥话？动不动就吃饺子，我都吃腻了。你说这孩子，那么大三声的，你不吃饺子吃啥？真是。哎，我差点给忘了，咱们呢今天吃这个。啊，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个好，怎么样？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？过去呀，咱们天天吃这个。什么？奶奶，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，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，那可是太幸福了。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，撑得胡说八道，就是跟你一样。不是，你说他，你老把我烧上。那不是，你说这大三婶的，你这摆一破窝头，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？奶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您干嘛掉眼泪啊？你哪知道啊？过去呀、啊。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，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，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。我跟你爷爷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，大三十晚上的，我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，我这心里就是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，这心里头就那么。奶奶，您练气功呢？去。啊，他爷爷啊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儿？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，这眼泪都哗哗的。嗯，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。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，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？不是啊，我今儿得掉眼泪，我得教育教育他。那也不能伤己呀。这么着啊，你跟这儿给我唱个悲歌，你引诱引诱我。不是，那叫启发启发。对，启发启发。我不启发，现在日子这么好了，你满肚子都是甜水，还愣想往外挤苦水，那哪行？你算了吧。不是啊，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，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，你别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姓啥了，腐败。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？我们都吃够了，吃伤了，吃怕了，这一辈子不吃的我都不想它。嗯嗯，新棒子面，我再尝尝。你尝尝。嗯，香香吧。怎么样，味道好极了吧？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，如此单调的重复，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？哟呵，想辩论呢？那好，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，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，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。我俩要举行辩论大赛。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，咱们就变。那行，我当评委，来你坐这儿。好，也不怕。请反方发言。嗯，那好，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。嗯，不错，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，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，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，绝不可能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，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，也包括窝头味。 Yes， 我揍你。哎，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？你没听见、啊、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，他说 Yes， 你 Yes 谁呀？孩子就是没大没小的。人家你得了，你的人家说的是英文，那 Yes 就是实际，是不是？ Yes。 你这赶紧快快快回去，要该你发言了。我发就我发。嗯，发，你说你发言你老吃，我绷不住，快咽下去。下去了。嗯，说刚才反方同学说啥？
什么水平线啦，什么单一食品啦，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啊。什么对联啊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下联呢？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爷爷，这是对联吗？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。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，打开箱子拿萝卜条，就那个小小声，你要是看见他，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。你狂，你狂，狂没有好处。当然，当然，我应当想到他，我要努力学习，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，这叫人话。可是，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，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深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。反方同学注意，刚才你说的这话我听不懂。爷爷，爷听不懂还挺高。就是不是哎，爷爷啊，你上，你给他几句有劲的。那行，我把他摆平。摆平。哎，请反方注意，如果天天吃饺子，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，的确让人厌烦。好，说啥呢？你是哪头的？对，我说什么呢？你真是啊，难怪人家说呀，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，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。不是，好歹起床。明白吧？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？哎，吃了可以不饿。我问你了，饺子饺子就是饺子，新年旧年交在子时。你嘴咋这快呢？因此的话说，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，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。不对，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。那就对了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出来了。爷，这不行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。哎，你甭管学不学的，用着还有点绝。真是啊，说一千呐，道一万，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。请问是什么名言？好吃不如饺子，呆着不如倒的。哎，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？我妈。真是，真是我妈说的。要不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快说。因此的话说，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。哎，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，它里边没搁豆面。瞎说，没搁豆面它能这么甜？嗯，要不就是火小点。对喽，火大点还好吃。哎，请评委注意，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。谁承认了？您。我多少承认了？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。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你耍赖，我就没承认。你看，我就你嘴上还有窝头粘呢。没，我没说，我啥也没说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请听评委发言。谢谢，你这样还挺正规。刚才反方思路敏捷，侃侃而谈，虽然毫无惧色，但毕竟是初生牛犊。正方言语朴素，语重心长，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，企图打人，分格不高，完了。真是啊，你说你呀，你傻呀，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。哎，我那口窝头呢？是不是你给吃了？我就搁这儿了。这谁这么嘴欠呢？给吃了？你说真是的，我这说吃这口，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？倒不知道吃啥好了。他爷爷啊，咱们走，上哪儿去？上大集。干嘛呀？再买几个窝头去。走，上大集，走，快走去。
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。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，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，老板，那老板，哎，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。哎呦，我们的财运来了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到？一会儿就到。马上准备一下，快，要快要快，就等着老太太上来。屋里头有人吗？赵老师，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这闺女长得真俊呐！啊不，我是男性。我没看出来，我就看你小辫儿。啊真对不起呀，闺女，男性。嗯，好好好，不要客气，赵老师，您请坐，您请坐啊啊。赵老师，哎，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。MTV 是啊，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。我看见过，看见过。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， 对，也有跳舞的 TV，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。因此，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，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。那就太好了，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。好啊，我真激动啊。哎呀，高兴。好啊，那就 TV 吧。嗯，先提哪儿？不是先提哪儿，不要着急，您请坐啊。在这个拍摄之前，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。包装？是啊，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，很复杂的，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，这就需要包装。那咋包哎？您听听，您听听，那咋包哎？不行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。改不了了，都60多年了，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。一定要改，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，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。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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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这样子，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。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，您就可以这样。嗨嗨，嗯哼，嗯哼，嗨嗨，嗯哼，嗯哼。哎呀，您学的还真像。好好，就这么说话呀？那我也会呀。哦，你会说啊？说一个我听听。嗨嗨，嗯哼，先生，哦，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！哎呀，老人家，你讲的这是真的吗？嗯哼，说得好。嗯哼，这就是语言包装，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。那怎么，咱们 TV 吧。不要着急啊，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，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。名字也包装？是啊，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，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。这样子，我给您选个艺名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知道，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，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，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。哦，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。你就拿我说吧，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。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。那可不行啊，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，哎呦，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，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、波基小斯，都带个斯字儿。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。玛丽基斯怎么样？这一说我们都是狮子辈的。啊，对，你们都是狮子辈的。我叫啥丝来着？玛丽基斯。玛丽基斯好吗？玛丽基斯记住了？记住了。麻辣基斯。哎妈，哎，你可真能逗啊。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？这个不是菜名，反正甭管怎么说，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。TV 吧。不要着急，赵老师您请看。这是啥？哟呵，
这咋这么多钱呢？这都是给您的。不，就不就是。不要激动。哎呀，你说你给我提位，你还给我钱，这不合适啊！再说这也太多呀，快拿回两摞去。给你一摞。哎呀，赵老师，这是您的劳务费。哎，要说这钱呢，可真是好东西啊！嗯嗯，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，正需要钱呢。好，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？总监啊，总监呐、啊，总监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，还签字儿，按手印也行。啊，对，按手印，按手印方便。嗯、不行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？哎呀，两码事嘛。好，我看您还是签字吧。哎，中了。啊，好，咱 TV 吧。啊，不，赵老师，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，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，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。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。那不是那个意思。现在请您试试服装。好。这个服装啊，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，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，赵老师，这个不行。这个别给扔了。喂，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。还给我做新衣裳了。好好看一看。真是的，这是啥材料的呀？怎么样？不行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。哎，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。那你没包上啊，都露着呢。再换一件。这件，嗨，这还没上袖呢。再换一件，总可以了吧？哎，这好歹是件衣裳，不是？您穿上看一看嘛。哎呦，多么新潮啊！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？赵老师，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？不是，大熊的呀？什么？不是，总务，总监呢？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，你别不要说了。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，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扣钱。那就传着吧。好，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。那还要准备？啊、那不就伸手就来呀？啊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看谷香，春打六九头。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。另外，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，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，不能是那个样子，应该是这样。六月六，六月六，六月六啊，六月六。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。火啊，对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是这个意思。亲亲火焰燃烧了我。哎呀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！准备一下，开始。六月六，错了。六月六，错了。哎呀，这，我再找找，我再找找。这回行了。六，我又错了，给你们。好了，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，各部门注意，灯光音响配合好，戴耳麦。啥叫耳麦？耳麦戴上就知道了。演员到位，真是的。哎呀，这听不着。哎呀，不是让你听，让你说话用的。到位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跑什么嘛？上场。嗨，这都是唱评戏的。啊，这都是给您包装，为您伴舞的。这不搅和喽？放心吧，音乐开始。
上。不，哥哥，这跟不上啊，这无涯上吧。跟着走，对，上边，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转圈，转转。哎呀！我唱啊，我唱，我唱不出来，唱不出来就说，我说啥呀？抓谱，啥叫抓谱？这个节奏就是抓谱，改出板了，快工快板，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。春季里开花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啊，六月六我看不清，我春打六九头，就这么说，啊就这么说，啊就这么说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啊，六月六我看不清，我春打六九头，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，我张不开嘴，我跟不上六啊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你说难受不难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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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这还好呢。哎，好极了，这叫评戏啊。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。你别糟改人了啊，我算琢磨透了。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。哎呀，老脑筋要改一改了。我不干了，给你赵老师，今天您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用啥？我卖给你了。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，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。我说我不签，你别让我签，我签，告我去吧。哎，我提醒您，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。我签的是啥？麻辣鸡丝。我不干了。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？你甭管给我包的。别，赵老师，你不能这样啊。赵妈，奶奶，别，姥姥，姥姥，哎，您不能走啊，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。完了啊。嗨。37个老太太都不像，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？传38号老太太，过堂，过堂啊，不是那个啊，上场。哎，38号，来了。哎，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。想当初，我是民兵排长。哎呦，这个民兵排长。同志们好，老太太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先别啰嗦了，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？愿意啊。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，也想开个大酒楼。好，开发旅游资源。我到您这儿打工，我不为赚钱，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。哎呦喂，录取录取了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甭客气。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。咱们干活吧，说干就得干。哎，都给我精神点，准备开。嘿，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？麻布。嗯，软和，吸水，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？哎呦，先别着急干活耶，让老太太开开眼。走，瞧瞧，哎呀，这闺女真俊呢，漂亮吧？这旗袍也好。哎，啊，这麻布太小了，来换我这个。人家那是手绢儿。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。我也穿这个。嗯，
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我说的呢，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。对，带老太太试衣裳，上哪儿试？后边去。里边请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太后大酒楼。对，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是物价局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让报菜价。就说我不在。哎，我们经理说他不在。他撒谎你都不会撒。喂，我不在。不，他不在，我是他女秘书。您放心，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来电话，谁也不许接。哎，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？衣服穿好了吗？穿好了，请。我看，哎呦喂，好啊！哎呀，真漂亮！哎呦，您别抖了这麻布哎！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。哎呀，我们老人家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！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您穿上这身衣裳，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。谁？慈禧。慈禧？嗯，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。炸！不行，我是八辈拼农啊，它的成分太高啊，我不装这个。哎呦，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。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，那就更不行了。怎么着？有文件呢。嗯，不许三陪。哦，不让您真陪着吃，就让您在边上站着，给他们当解说员。哦，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。对，人家吃着我看着啊。对，那这慈禧不惨了点？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？我啥身份呢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。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都明白了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那托儿。对，您就是那托儿。对外别这么说。你怕啥的？那电视早就曝光了。嗯，卖布的有布托，卖袜子有袜子托，卖鞋的有鞋托，我就是那饭托。饭托。明白，早用你了。业务训练开始。上菜。哎呦喂，老人家您请看，这是啥？宫廷御液酒，皇上喝的。对呀。啊，我能闻闻吗？请。香香吧？像二锅头。什么叫像二锅头啊？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。哎，胡说！什么二锅头兑水啊？到了这儿了，就得叫宫廷御液酒。哎呀，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？180块。哎，这就卖180块。嗯，哎呀，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？老太太，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。再看这道菜，这是啥菜？群英荟萃，皇上吃的。嗯，那个白的呢？白萝卜。多嘴！什么白萝卜？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，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。那绿的呢？宫廷青萝卜。这红的呢？宫廷水萝卜。那这黄的我认识啊，是宫廷胡萝卜。哎呦，太聪明了，宫廷胡萝卜。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？哪儿啊？80。这卖80啊？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在这儿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群英荟萃。群英荟萃，我看就是萝卜开会。别嬉皮笑脸的，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？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都大补。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？对，
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？也不尽然呢。怎么着？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，还有那先锋光绪，你算算，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？嗯，你拿他们比什么？你怎么不看看我？我怎么这么精神？你也不，哎呦，我天天是御月酒，盯着宫廷菜吃着，我是大补啊！哎呀，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。我这两天赶上减肥，那倒是减呢，倒是补哎。犟嘴，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那你是想不想在我这学？想，想学照我教的练。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。总经理，嗯，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。啊，走。嗨，好好练着。不是，真是的。我练你奶奶个嘴儿。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，那我都成绑票的了。说啥呢？是出宫廷了。喂，我是慈禧。哎，不是。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，离了是物价局。我跟离了说呀，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，都是他们呢，菜价是黑呀，真黑呀。我不行，我要走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。啊，离了要听啊。啊，明白了，出来。哪儿去了？来了来了，还练不练了？嘿嘿，您别脱这工作服啊！你看，我这都练出汗了，这太投入啊！哎呦，投入好，投入好！哎，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。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，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。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，哎呦，这钱赚的就更多了。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、啊！哎呦，能唱，我能唱，听听听。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，嘿，你猜咋的啊？就让我演那小琴，小琴让我演小琴呢，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，哎呀，我这嗓子这高啊，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，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，愣没截住我，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。哎呀，老太太有嗓子，这嗓子还高着呢。您是不是先下来嘿？在家上炕上惯了，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。说的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嗯，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你请好吧，都配合着点。我做的是焖肚炒肉榴莲面，醋溜腰子的排骨，松花扁担的白莲藕，海蜇拌。四两四那个八碟菜，白干老酒啊，烫一壶，烫一壶，赵四方，你看一看，你尝一尝，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。待会儿啊，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。我能唱。老太太，哎，您可别光说不练。别耍嘴呀，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。宫廷御液酒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啊，吹啊，吹，瞧我这张嘴呀、啊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，二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开始美，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怎么白里透着红啊，啊，红里透着黑，黑黑不溜秋啊，绿了吧唧，哎呦，蓝巴巴的，我什么色啊，溜溜的，嗨，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。可把我吓坏了，这酒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，美呀，美呀，美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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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美了！美什么呀？
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。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？就这嘴秃噜了。你应该这么唱。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，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，过来看一看，请多尝一尝，你吃到嘴里特别的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，我吃了一块浇在嘴里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现在问问你，我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你喽都听清楚了。嘿，跟谁讲话呢？物价局。哎呦，你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你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哎呦，快说呀。拿笔来。啊，我笔墨伺候着。拿笔来，拿笔来。老人家，老人家。啊，狗啊狗，什么意思啊？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。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，走四方那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走四方。全国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过年好，孩子们上场操练。翻翻翻翻翻，列队站好。全难道说我的动作不美吗？啊，我认为我的动作有魅力，对，有分寸，对，有内涵，对，有神韵，对，可以说是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事儿。胡说。我要是练点有劲儿的，怕把你们给吓着。想当年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鞭锏锤抓躺棍坐棒是拐子流星，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，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精通。稀松。不过我们家还真有一位样样精通的。谁呀？那就是我的老妈。哼，提起我妈的大名，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要说我妈，我妈来了，赶快列队迎接。妈，你说正在这节骨眼上啊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哦，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，这是我妈。妈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。对，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七十了，
在家我都舍不得让您练，我就想替您教他们，我是怕把您给累着。你就不怕把我给气着？咋的了？你往这儿一站就不像个练武的。嘿，大伙瞧瞧怎么不像啊，我这是站似一棵松，看你像根葱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呀。我咋说你呀、啊、什么时候也这么说你，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练武。我懂、小时候你没少跟我说，这个练武讲的是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和皮。看出来了，看看刨去了骨头你净剩了皮了。那是别起哄，别起哄。我说妈，你怎么老揭我短啊？到哪儿都这么说。孩子，这中国功夫可是咱们国宝啊。那我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那就叫武文化。武文化，武文化、明白吗？明白了。要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不然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功夫。对，练功去，练功去。站桩。这起什么哄啊，好好练着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我就不练了。听您这一说，我也没什么出息，也练不成了，都怪我，我走了。孩子，我不要，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听，这孩子，我就不听了。我，那，哎呦，你轻点嘞。你能嚷嚷吗？哎呦，妈，你这什么功啊？这叫内家功。可是内家功这么厉害？哎，孩子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哎，也不完全怨你，妈也有责任。为啥？你小时候啊，长得太单薄啊，对，太软呐、啊。是啊，要妈舍不得呀、就这么着给你耽误了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我说我怎么没练成啊？都怪你，你干嘛不让我练呢、啊？都怪妈心太软呐、你是，我总是心太软。心太软，不愿让你练功到天亮，你无怨无悔的要做个强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不该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替我扛。练功看似简单，练成太难，我知道我不会随便勉强。好，我不再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我要教你练功到天亮。我无怨无悔要做个强人，我会让自己变得坚强。这就对了，你看还是太软不是？您别说我软，先教我一手硬功夫。好，站好了啊。好，教你手硬的。这叫顶天立地。看明白了，这叫顶天立地。那是模特亮相。您再来。顶天立地。哦，顶天立地。哎呀，你咋这笨呢？您再来。顶天立地。哎，你跟我一样了，都让你搅的，旁边看。哎，孩子们，咱们操练起来。过来，活动开手脚啊，都给我精神着点，就看您的了。我是一Oh.
云大雁，那个枪条一条线，身轻好似云中雁，我们豪气冲云天，好万雁金虎皮，那个内雁一口气，气张柔并济不低头，我们心中有天地。打打打郊区的，那也不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，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？你说这是咋回事儿啊？我要是念单词儿吧、啊，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、嗯；我要念整句的英文，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。真的，真的。哎呦，那好啊！外国朋友一来，我给他们致欢迎词，你就给我当翻译呗。中。我说一句，你翻一句。中。咱娘俩还得练练，练练，请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来的先见他们。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？你念的也太短了，你再长点儿。我长点啊！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儿，为了看我土柴呢，靠山屯儿。咋样？咋样？还真是英国味儿，我前面的英语呢？那真是唐山味儿，那都说白学了。哎，咋能白学呢？哎，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！我跟你说呀，老主任，嗯，我现在要有一桩要紧的事儿，哎，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。说啥事儿吧、啊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，我准备呀、啊，也让您上这个国际互联网，把我也弄到网上去。你要是不上网，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屯儿？你要是不上网，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？我上网上去干啥呀？老主任，啥好咱都干啥。啊，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？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、啊、我就现在也没撂下。那都更好了。啊，不过您一个人练呢他没意思。嗯、啊、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。啊，您跟他对打。对打，拉上来。嘿，
中包。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，在咱们屯儿，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。好，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，好，我不踹他。赵主任，哎，你请看。谁？泰森。要坐。哎呀，哎，老主任呐，你激动个啥呀？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，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，他也有点肝颤。他不肝颤，我肝颤。你怕啥呀？他咬咬耳朵。妈妈跟您说清楚了，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，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。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。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。那你喜欢？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。准备了，转过来看看。耶，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。你没看咱那两个人他是谁呀？对，是谁？哎呦，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？哎呦，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，那船那漂亮啊，一般人是没上去过。哎呀，拖拉机呀。你真会赶时髦啊。哎，这个不是赶时髦，这是我为外宾呢准备的节目。我想啊，我们俩在这边跳，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。对，谁？我唱。外国朋友喜欢着呢。外国人也喜欢，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？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。哎呀，老主任，你就凭我的，你都唱了。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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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。我要主任，主任，主任，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，你咋还要往回杀呢？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？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走啊？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就冲你说这句话，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！那音乐，哎呦，那音乐，把歌唱，哎。Where are you?